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妙宏张教授吼，电机博士啊，来，今仔来只海南乡亲交换知识吼，交换什么知识呢？来呀、啊，黑得来！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呐、啊，来呀、啊！高端疫苗原价成本呢$795，政府呢买736块，谁是决策者？审计长陈瑞敏哈、哦、被立法委员李桂敏问到无法回答，夭壽哦，难怪要封存保密30年，真正是乌太济了。这是安怎讲呢？可能。咱因为我做过电脑中心主任啦，完了这个电脑硬体、硬体，我跟那厂商有时候聊天啦、啊，他们哈、哦、在共同供应契约之下哈、哦，有时候哦利润啊5%，伊嘛做咧5%，哎，我有看人开讲啦，人讲来做假，做假的哈、哦，一定哈、哦，一定是哈、哦、赚一倍啦。那这价赚一倍，譬如讲吼，你买20块啦，啊，成本可能8块啦，这价靠在条米奇啦。啊，那尊公吼，那尊公吼，做电脑诶，哎，即摆做电脑我歹做咧，有几多硬体？迄有当时赚5%吼，那两大吼，啊，我那做啦，5%，你来咱来乡亲来看好哦，原价高端疫苗原价成本795块。啊，卖736块，夭壽哦！赚差不多4倍啦，啊，看没啦？赚差不多4倍啦。等于讲吼，我700块的物件，吼、哦、啊，透过特权，700块的物件，透过特权卖400块、500块啦。啊，看我夭壽就好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高端疫苗原价成本795块。啊！政府买他736块，赚4倍啦！啊，看这有好赚无？到底是谁决定的？啊，莫怪吼，莫怪吼！哎、欸，要封存保密30年啦！哎、啊、呀，是我就是今仔日看到吼，立法委员李桂明咧执行审计长陈瑞敏吼，陈瑞敏说讲鬼弄抓吼，讲袂出话啦！啊，所以讲乡亲啦，咱就爱知影。任何事情哈、哦，保密就是在遮丑。哎，保密就在遮丑。事实上，沿着机密处哈、哦，必有桃花源呐、啊。为什么要保密？哎，蔡英文的博士论文的论文的升等资料，为什么要保密？而且还哈、哦，保密在30年到2049年，那惊死人。所以讲乡亲呐，我弟弟拢感觉啦。小弟的博士论文绝对机密，绝对机密。我勒讲啊，所有的公文书哈、哦、分成5个等级啦：普、密、机密、极机密、绝对机密。小弟的博士论文国防机密，哎、欸，我的博士论文是绝对机密呢，讲到21世纪。国与国之间的玩家小趴的国防技术，哎，我那个国防技术现在哈、哦，俄国跟乌克兰的打仗完全都是用这一套啊，而且哈、哦，我里面还有一个中科院的委托的一个哈、哦、一个专案呢，专门哈、哦、那个想定哈、哦，哎，想定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呢？想定是哈、哦，中国的铁壳船高速。透过淡水河口进入大稻埕，然后呢上到大稻埕，直接进入总统府执行斩首计划。那我们他们这样子攻，我们怎么样子的防守？哎，绝对机密呢，而且是21世纪，所以说被正三监察正式保管哦，列入哈、哦、绝对机密，要机密封存5年呢。我这是绝对机密，封存5年呢。啊，奇怪嘞，夭壽啊！人家采购，我采购从来采购没有内部机密的，采购没有，你就是跟我实在很难想象，因为我以前
也是哈、哦、国防大学的资讯类的采购组的组长啊。哎，采购越公开越好呢。采购是哈、哦，哎，所有电脑的东西全部都透过共同供应企业公开。要求啊，连采购高端疫苗列入机密封存30年，说什么跟厂商有什么都，我绝对讲不要保密，就是在遮丑，所以讲吼 ，headline 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踹门呐、啊，高端疫苗原价的成本195块，政府呢竟然736块钱买，到底谁是决策者？审计长陈瑞敏呢被立委李桂敏问到哦，无法回答，难怪要封存保密30年，真正是贪污太侪了啦哦。电机博士曾淼红啦、啊，所以讲我即马第二感觉，咱台湾就悲哀诶，咱台湾的民主政治吼，即马民主进步党发电了说都变成安那呢？只要选举前一个月、两个月，对你低声下气啊，甚至哎，咱都要讲哦，那讲一这啦哈，咱都要讲哦，一这哦200块，这啦赚500块啦，啊啦买500万这，啊来赚25亿呢，500万剂的话就赚25亿啦，啊看看比埃德啦，25亿，哎25亿，这吼、哦。这是安那嘞？这是等于赚五一剂，可以赚500块啦。啊，500块买500万剂吼，都可以赚25亿，净利25亿啦。啊，到底这是上落底啊的味啊？你味上面落底啊啦？啊，25亿，算过就好开的啦。啊，是有我前几日啊有讲啦，讲吼报价800块啊卖1000亿，这是周易库刊李炳银吼。你讲的什么讲的啊？但是呢，即马刘华义的止损，啊等于讲吼，一剂来赚500块，500万剂赚25亿，啊投资这25亿是你比上面人落地啊，唔是单时中就是踹门嘛，啊就是安尼嘛，因为这个代志吼，所以靠看李炳银人咧讲吼，讲吼，因是无法度人决定。李炳银讲，因是无法度人决定介绍的啦，因唔知影介绍，唔是讲无法度人决定，因唔知影介绍，因为李炳银他是医生啊，他只针对防疫的专业问题哦，到民主进步党遐去演讲啦吼，来啦，即马吼就是安尼啦，双股前各位两个位，把他所贪污来的这么大的一笔钱啊摘落去，摘落去吼，而且低声下气的。跟你起票，然后呢，选完算了以后，你死啊你，想这个哈 COVID-19 哈这种大代志，全世界大紧张，哎，但是中这边要选台北市长，他就哈哎，我就炒疫苗，炒高端疫苗，然后呢，我不买疫苗，哎，你也不准给他查医生，无省闲啊，哎。小弟哦，立法院哦完全执政了啊！我不给你们查，就不给你们查，这样了。而且真正是哈、哦，就要求过来。我今仔日哦过去和那朋友开讲，伊讲吼，这是叫谋财，谋财不要紧啦，你又害命呢。真济人吼、哦，无拍着疫苗，甚至哒，啊是谋财又害命，这真正吼、哦、啊未爽哦。啊，我出门了，着总统啊，无你免啦，跳楼啦，死好啦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。司法改革嘞，转型司法改革嘞，转型正义的，伊开的政见，伊有甲你做无？无做啊！啊，所以说吼、哦，我爱感觉吼、哦，这阵吼、哦，贾博士带出来的一群政治军官党，他在投票前摘下了所有的资源，透过吼、哦、全面封锁的主流媒体，扮演警备总部啊，甲你冲。甲咱台湾人，啊无你啦，你台湾人死好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要求台湾人，啊，我讲的，我说错了吗？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好啦，我的感觉啊，吼、哦，真正有够假啦！我顶世纪对东外美丽岛民主进步党啊，直直捧出来民主进步党吼，变成这种德行啦，我无法度能接受啦。
哦，啊来，啊，即摆去讲到做票啦。我今仔日伫校上课呢，上课前吼，迄乡亲敲电话来，吼啊，甲讲，哎，占卜占卜啊，有内线消息，讲啥物代志？伊讲吼，唐凤的数位科技发展部吼，可能会吼，会扮演这一次地方选举的。主流角色，计划赶不上变化呢。你想看卖八一七万票，也这票的方式哈，到底做票的内容，有人认为说哈，用纸盒子、纸箱子的夹层啦，这是杰森利贴出来的理论啊，但是动不了呢，他是认为是电脑后台的做票，哦。等差级数的刘宝杰哦，还有后面一二三，全国17000个投开票所报回来的票数那个母档案，所 mirror copy 出来的三个 A、B、C 三个档案都没有一个重，都没有一个票数是一样的啦。哦啊，我是较相信都没掉哦，因为都没掉的讲哦，迄内容我够精彩啊。所以说哦，八一七万票，您别怕是无相信。因为我听过动不了哦，差不多30分钟，他给我用他的思考逻辑讲给我听，我接受，要求啊，八一七万票绝对不可能是开出来这样子啦。哦，啊，即马哦，因为迄阵代志发生一下，咱也无想着讲伊电脑会安尼做票啊。啊，即马咱去定下一下嘛，拍摄可能透过唐凤那个数位科技发展部哦做票。啊，今仔日有人来讲，有乡亲来讲，所以讲我当家甲咱乡亲讲。咱乡亲大家爱注意，这一次的数位科技发展部为什么这么紧急成立？而且哈，它才600多个编制员额，就要每年就要用掉200多亿啊！啊，他选举前赶快紧急成立，乡亲来给他监督，来给他讲啦。啊，我甲咱讲，互咱乡亲大家吼互相参考。伊讲即嘛吼。唐凤那边的数位科技发展部他们现在在整理资料，过去选举10年、15年、20年都没有来投票的人，他们把资料全部做出来，他们把这些人的资料整出来以后呢，制造伪造身份证了，伪造身份证呢，让路人甲拿进去一直盖，我听了听了我还真的没想到这一招呢。各位听好，乡亲大家听好哦。透过数位科技发展部整理出过去有10年，10年没有投票的人，整出来以后呢，
他已经十年没有来投票，他不相信现在会来投票，所以说呢，去制造哦，有制造身份证，制造身份证呢，让路人甲带着这个十年都没有来投票的人呢的身份证进去投票，这可能哈、哦，可能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讲这乡亲来甲讲有这个内线消息呀、啊，所以讲哈、哦，等于说在选举的时候检查身份证的人哈、哦、要注意啊。第一，相片年龄，相片年龄，也就是说哈、哦，可能哈、哦，这个1450网军哈、哦，他们会掌握哈、哦、检查身份证的啦。所以检查身份证的人呢，要两个人，不能哈、哦、由中选会，因为中选会这个李进亮哈、哦、太干了，真正我的感觉啊，这是我家己私人的感觉啊，啊，所以讲互咱乡亲参考。一定要监票，但是呢，有路人甲会拿着有十年以上没有投票的人的身份证来改啊，啊，这年龄、相片都要查核啦，啊，这吼、哦、这段讲给咱乡亲参考。也搁有第二波是安那个说吼、哦，明明是二号，你报二号，他。妥妥总计白板上面写的是三号，记得是三号，一直记啦。啊，这个代志哈，哦，大家乡亲来到监票，因为哈，这前科太歹啊。因为咱台湾人吼，安尼过去行过来，咱相信讲哦，我们相信说哈，哦，蔡文如讲呢。啊，这个坐票，这个坐票是国民党的专长。啊，起码咱雄心，咱得爱有一个干功，咱得爱有一个干功。哎、欸，坐票两党都会，甚至美国也会啊。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掌权的人呢，都不愿意把权力换出来，选举我坐票，这是世界的趋势，和美国的同款啦。啊，所以讲吼。在开票的过程有任何的奇怪的现象，都要把它记录下来，要求解释。如果不解释，就准备哦中立事件。如果敢开枪，就准备中立事件。所以讲哈、哦，尤其哈、哦，今仔这个乡亲跟我讲电话，讲他的三十分，伊讲哈，尤其要回归立法院里面，好像有一条规定哦。说哦，今年呢，不把总票数啦，哦 ，release 出去的票数呢，等于说各候选人的票数加汇票，这应该拢爱哈 balance。啊，这种代志哈，银行的人，当地都在查晓，这一定爱查。一号候选人、二号、三各候选人的总票数加汇票。等于今天发换出去的票数，一定要查核了，没有查核不行了啊！这是不是在立法院里面有三读通过？哎，一定要每全国17000个投开票所，一定要做到哈、哦，每一个候选人的票数加汇票数等于今天换出去的票数，一定要这个搞哦。来啊，所以讲哈、哦，我咧讲啦哈，今嘛民主进步动起来。民主进步党起来哦，我感觉足恐怖啊，足恐怖啊！凭国民党搁较乌啦，是安怎讲呢？咱来叫阿摩港的人，阿摩港吼，因洪荒旗红毛港自救会的会长，他们自己相互选举出来的啦，选出来委托的啦，洪荒旗会长一直讲啊，中央政府拨下来的200多亿，219亿，他们只拿到21亿。10%、19%不见了，啊！本来我认为哈，他给我列举啊，从谢长廷下来的代理市长叶吉兰，再下来的陈吉、陈其迈，通通都有嫌疑啦。啊，我的感觉是吼，叶国兰夭寿哦，叶国兰因人叫做郑南榕呢，啊，真正哦，看这边啦。看这边那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若准讲哦，阿摩港的代志，大家无相信，啊，佮我遮佮笑脸佮有一个前阿妈，
简阿妈，简阿妈因开个公司，去予郑文灿下底个财政处长欧美环，因翁叫做吼吴正言，夭寿啊！现金、现金、土地、啥物物件吼，拢我刚才聊到四到五亿个，啊，无当解决，甚至于吼，简阿妈做先啦，简阿妈做先啦，啊，但是吼，他做先以前吼。他去桃园县政府抗议欧美环，被法院判定为诽谤啊，要关三个月，要关三个月，三个月等于折九万块了。看这国看啊，要求的好啊，损失劳民又伤财啊！一吼，叫欧美环因翁吴正言，台湾银行的贷款部。唔知是客电话客网，我唔知影啦。啊，伊甲我讲，我就清楚了。所以讲，有哪，我就感觉吼，夭寿啊，哪会安尼啦？哪会安尼啦？台湾人家哪会遮太高啦？人家读册吼，遮新潮流啊，人家吼读册吼，电脑吼，用枪拼用枪较强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有些东西，有些事情吼，人来甲咱反映。啊，阮即个教授级别啊，教授级别啊，我们也感觉不对。所以说我们教授级的我们就要把真实的现象啊反映出来，还台风清宅啊，反映出来的过程就是这样啦。所以说不相信小弟有关阿摩港的田野调查，有关简阿嬷的田野调查，都可以让我们乡亲参考。我甚至让我们大家互咱大家参考啦，用 YouTube 用我的名啊，拍红毛港还是拍简阿嬷都可以哈。这个哦，即马哦，蔡英文家要求过来哈，透过主流媒体，透过主流媒体的全面封杀，然后呢，透过网军的全面钳制言论哈，变成一种哦警备总部的效应了。哦，即阵哦，贾博士蔡英文。因这阵哦，政治金公党的金迷梦哦，我认为哦，我说错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所以讲义兄哦。义兄哦，我们来希望啦，吼，咱这警察公职，吼，警察公职的人员吼，在这一次的选举，一定要吼，一定要吼，秉公处理啊。如果甚至于你是坐票的一份子的话，吼，甚至于把政绩丢过来，我们协助，摘奸花虎啦，就是今仔日有乡亲打电话来甲我讲。公有内线消息，唐凤的数位发展部呢，在收集十年没有来投票的资料，整理出来可能会制作伪造的身份证，让路人甲带进去盖章，夭寿哦！我这我来各县市会影响哈、哦，各县市的选举结果呢？啊，这波咱没想到啊，但是可能因咧比哦啊，所以讲义兄啦，很难哈。所以说我们就清楚了，我们不能够让任何一党完全执政，让一党任何一党完全执政以后呢，就像这样啊，一个东西，一个高端疫苗成本，人那个高端公司报出来的价是195块，我们政府要买736块了，看这看看夭寿就好了，赚4倍半，到这好赚的，我卖电脑赚5%，我实在卖电脑赚5%也做，量大赚5%也做。还有后面的维修呢，所以讲，以上啦，吼，看咱乡亲搞啊，知识啦。
绝对袂使完全执政啊！完全执政哦，已经死了了。啊，即马民主进无动哦，几大几大拢变做政治金融动去啊！因为啥啦？因为伊个带头的贾博士嘛，曾骗子嘛，蔡英文嘛，所以讲伊下底吼，迄朴树拢朴树吼，拢可能有问题哦，拢朴树拢有问题。因为阮读过朴树的吼，我们拿到博士，我们在整个读整个求取学问的过程哦，我们道德感也提升了，道德感也挺提升了啊。蔡英文这 K 博士，他的道德感呢是留在哦幼稚园的，完全哦更加掩饰。你想我把一路摘掉，一路 K 博士，一路摘掉，把这个彭文正哦母啊哦变成通缉犯。哎，彭文正是假博士呢啊，所以讲英雄哦。啊，跟我们乡亲交换知识，哦 ，Headline 高端疫苗原价成本195块，政府买736块，谁是决策者？审计长陈瑞敏被立法委员李桂敏问到无法回答，难怪这么丑陋的哎，政府爱趁钱呀，吼，政府爱趁钱，放你家己落地下底，吼。所以说哦，难怪要机密封存30年啊！李桂敏有讲啊，机密封存30年，因为哈、哦、刑法30年以后呢就无效了，啊，这种追溯的犯罪行为30年就无效了啊！所以说哈、哦，他摸太尖了啦，绝对不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完全执政了，啊，不然哈，人家就比爱好英雄。绝对不能让一个政党完全执政，完全执政就完蛋。就像现在，哦，哎，用力做票嘞，哦 ，OK。他们乡亲搞我地区，那乡亲选举哦，各位的哦，有蛛丝马迹出来的，你就偷偷把资料塞给我们，我们来弄 ，OK。健康的脚步渐渐逼近，咱就要有信心。牺牲也甘愿，无怨恨，阮是做台湾魂。健康的脚步渐渐逼近，咱就要有信心。牺牲也甘愿，无怨恨。阮是做台湾魂，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爱故乡美丽岛，到底有啥物错？返来故乡面对黑老，牺牲嘛有价值。台湾的青年唔通行坐落，一波过一波，独立建国永不回头，冲破乌巴罗。建国的路途坎坷嘛爱行，鲜烈的牺牲不断。勇敢的台湾人，勇敢的台湾人，独立的最主人。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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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台湾青年，台湾军，到了关键的时阵，保护台湾，保护乡土，建立台湾国。台湾青年，台湾军，到了关键的时阵，保护台湾，保护乡土，建立台湾国。充满喜乐，咱是海洋的故乡。先红是热情单纯，托在台湾人的心肝。台湾人同心肝，同款有命。
孙子孙，撇撇子孙，代代永远第三段。水力是报答美丽山河路，土大龙的话，风来美，鸟兰花，抬头看麦，看到开花，看到开花，头顶头顶的忧伤。顺地是自由民主公民，武汉的地平线，有尊严，徛天天，台湾的子孙，充满希望。充满喜乐，咱是海洋的国家。充满喜乐，充满喜乐，咱是海洋的国家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地天之公。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。